les euros de Fonji. Elle avait ce meetingo de Shanghai. Elle avait忘了谁的钟，只寻找没夜空，乘着淡蓝色的风。我们驾驭着轻松，寻找带雨的行踪。你给爱的失去控制，太奇妙。穿过桥梁，但愿几乎被拯救。王妈，妈，康哲手术挺顺利的，医生说他恢复的不错，苏醒有望。我知道，院方已经通知我了。康哲的事儿，谢谢你啊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懂事的？可能是赵总教的好吧。那挺有成效的呀，成熟了一点。哎，不过嫣然来公司是您安排的吧？我只是打了个招呼，她是凭实力进来的。嫣然其实对你很不错，两家大人又知根知底，你别整天装傻耽误人家。妈，我的事儿您能不能别操心？我俩真的没可能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又不是让你们结婚，只是相处相处。你当然是哥哥照顾妹妹，不行吗？不行。行行行，我照顾她可以，但是我俩真的没可能。我得提前跟您说清楚了。我拿点东西就走，啊，不在家吃饭了吧？再吃火锅去。走了，小健，下班了还不走啊？哦，我等下走。和赵总一样，加班的人，你不等？我等嘉欣哥哥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嘉欣哥哥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不行，我得工作。你怎么又有工作要做啊？全世界都走了，就你一个人在加班。你看赵总都下班了。赵总，下班呗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哎呀，头怎么有点晕？可能是低血糖。那我们去吃点甜的，补充一下糖分，好吧？哎，别！哎，看看想吃什么？你点。那我也要一个白雪黑珍珠。我记得你不是不爱吃这个吗？你喜欢的就是我喜欢的呀。对了。你觉得赵总这个人怎么样？还行，表面挺冷的，内心还可以，有点温度。那你对他？不可能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你别着急，我又没说你们俩有什么。是上次开会的时候，我感觉那个徐总好像对赵总有点意思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女人的第六感。那你说说。赵江月对许宁远呢，有感觉吗？这个感觉比较模糊，不是非常明显。但是我感觉你挺奇怪的呀，
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？没有啊。那就好，那我感觉我离成为你的女朋友很近很近。我感觉你的感觉不太准。两位打扰一下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来，你多吃点啊，刚刚不是血糖低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多吃点。吃呀，多吃点。赵总，出了点问题。那个和我们合作3年的广告商陶艺好像不太想续约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个项目之前是宋总签下的，现在宋总走了，他们可能有点摇摆。再加上竞品公司势头很猛，他们可能随时给别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之前联系过宋总，他说他已经离职了，让我以后所有的事儿都跟您交代。不用麻烦宋总了，我们自己解决。你联系过王总那边吗？联系过了，但是一直找不到本人。我记得王总好像喜欢打高尔夫，我们这周去趟球场。可是那个球场是会员制，会费要上100万，我们怎么进去啊？应该有个人可以帮我们。你先去忙吧，我来解决。好啊。该走了。怎么了？合作的广告公司忽然玩消失，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赵总挺发愁的。徐总，这周末我要去趟金球俱乐部见客户，但那是封闭会员制。我记得你。哦，明白了。明天我也去，正好打打球，好久没运动。哦，谢谢啊。客气什么的，这还是你第一次找我帮忙。我挺开心的。好，那就这样。拜拜。进。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就是看你愁眉不展的，怎么了？帮你想想办法。你会打高尔夫吗？高尔夫。打怎么样？行吧，打了10来年。行，那你教我打高尔夫，速成，最好是这周末就会打的那种。那不行，不可能。那怎么不可能啊？你做不到啊？试试呗，只要学生不笨，我这种级别的老师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行了，别嘚瑟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行。那我帮了你忙，你们也帮我个忙。跟我讨价还价啊？我就想跟你借下车，我女朋友 Alice 从美国回来，我得去接她。你又哪儿变出来个女朋友啊？不借。哎，你吃醋了？怎么酸酸的？你自己打车去呗，我晚上还有事儿呢。你晚上有事儿？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你助理这件事了？你晚上有没有事儿我不清楚。再说了，打车多贵呀、啊！我现在就是一个公司小职员，我一分钱都没掰成两半花。拿去，拿去，拿去！还站这干嘛？想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反正你在家又没什么事儿干，不如去跟我看看大美女。接了女朋友，我就教你打高尔夫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、啊？不管怎么着，你必须得教会我。没问题。还送我个苹果。你这一会儿 Alice， 一会儿李嫣然的，这么多女朋友，你妈知道吗？哎，我跟李嫣然可没关系啊。别把我俩扯一块，引起误会。也是，你也都是有女朋友的人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女朋友从来不吃醋，
只要我喜欢就好。不是来机场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漂亮？郑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女朋友 Alice。 你不知道，每一个心爱的作家对于男人来说都是特殊的爱人吗？就靠你了，我的小爱，一定要争气啊！这场比赛那么重要啊？是，因为我答应了一个人，所以我必须拿到冠军。为了一个人，一定要拿到冠军，你很中二啊！你不懂。这是男人的一诺千金，他是我最好的兄弟康哲。一年前，他在一次比赛中出现了很严重的事故，至今昏迷未醒。为了给他找最好的医生，我才答应我妈回来跟他做条件交换。你是为女朋友才回公司的？其实很多人有误区，就会觉得骑摩托车就是为了耍酷。其实他需要脑力、体力。之前我也是跟着康哲玩玩，觉得新鲜。但后来发现，他不是凭一时之勇就能做好的事。怎么说？跟你工作很像，没到达终点之前，永远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来，你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，仔细的贯彻执行。只有把每一件事都做好，做到位了，才有可能最终获胜。但有时候，即使你把一切都做到位了，还是会有各种不可预知的情况。但无论结果如何，过程都要拼尽全力。我能明白那种每次接受新的挑战都全力以赴的感觉，真的挺好的。也是因为你，我对摩托车有了新的改观。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不容易，但是摩托车这项运动实在太危险了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行，你帮了我，现在轮到我帮你了。正确的站姿是完美击球的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双脚要呈开放式的站立，比肩膀稍宽一点点，然后膝盖弯曲。我们的上身向球的方向倾斜，重心放在左脚上面，然后是握杆，左手的 V 字指在下巴的后方，保持水平的情况下，抬杆，头不动，对，翘杆，然后下，水平击球。上杆，眼睛看前面，上杆，试一下。好。膝盖，左手伸直，击球，上。
账单，谁知道？来喽！啊！然后这边。心脏，你给爱的失去控制。大几秒，穿过降临弹雨，几乎被拯救。包括下一秒，陪你击败了我见过的证据。忘了水里中，只寻找没空，乘着淡蓝色的风。我们驾驭着轻松，寻找大雨的行踪。你给爱的失去控制。像没追过的话题，都别期待。不错，你运动感觉可以，没练多一会儿，有模有样的。是你教的好。我知道。谢谢老板鼓励。下班时间，我就不是你老板了。果然，还是不是老板的你比较可爱。我用可爱形容，不太合适吧？可爱怎么了？可爱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最高赞美，真的。行吧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回去好好休息吧。谢谢你陪我见女朋友。晚安。晚安。和客户约的哪里啊？室内还是室外？应该是室外吧。应该。是不是没和客户约好？临时工作出点问题。需要帮忙吗？嗯。来，先打两杆吧。总之一会儿谈起事儿来都要比划两下。好。走吧。走。与肩同宽，屈膝。两个腿再站着稍微近一点。嗯，继续。手的位置，嗯，好，放松一点，嗯，来，打一杆试试，与肩同宽 ，OK， 膝盖微屈，左手的 V 字指在下巴的后方，抬杆，头不动，去碰左脚的膝盖内侧，右手包住，重心放在左脚，眼睛要留在球上，杆面水平击球。练过呀，天赋。呀，我们走吧，嘉欣，快吧。雅然，我今天有急事儿。嗯，可是我们说好要周末要约会一整天。工作上的事儿不能耽误。那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跟你一块儿去吧，我保证绝对不打扰你的工作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下次。不行，我不管，你不带我，我就不让你去。哎，走走走走走，我真赶时间。王总，我们这边是很有诚意的，我把合同带来了，要不您先看看。我们之前呢都是跟宋总合作的，您刚上任，行事风格跟宋总不一样呢，我可以接受。可是为了发展新客户，压缩我们的广告版面，这个就未免有点儿，啊。
我们的合作都是按合同进行的，这次续约也是希望最大程度保证您这边的利益。嗯，具体细节我们可以再商量。老总啊，今天可是周末，这时候聊工作太扫兴了吧。平时爱打高尔夫吗？我不常打。我很喜欢，因为这项运动最大的挑战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。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心静气，不可以心急。麻烦你帮我停到前面就好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碰到你、啊、你也会穿运动装啊？我以为你只有西装一种风格呢。你也来打球啊？ No no， 我可是来等我男朋友的，他跟客户啊在里头谈事情，那我呢就只能乖乖在这等他了。顾嘉欣，嗯，追到了？这只是时间问题，他迟早都会是我的。你笑。你和赵总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他在里面谈事儿呢。王总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赵总啊，我看你穿运动服也是魅力十足啊，要不这样，你也挥一杆。不行不行，我球技一般，我就没事。来来来来来，来吧。那我试试看。不错不错不错，不如咱们尽兴把这场打完如何？哎呀，不行，我打得不好。我觉着你很有天赋啊，再试试呗。不行不行，赵总，这杆我来替你打吧。你是？王总你好，我是顾嘉欣，赵总助理。啊，那行，你来吧。不过你会打吗？啊，刚回国，场地还不太熟悉。我朋友梁烨是这儿的小股东，之前来玩过几次。你是说我们公司的独立董事小梁总？啊，我们俩是发小，之前还听说我们公司之间有合作，还想通过梁烨引荐王总认识一下呢。赵总啊，你这手下可真是藏龙卧虎啊。嘉欣他刚回国，靳董也是望子成龙，把他安排到我身边，锻炼一下。原来是靳董的公子啊！哎，不敢不敢，不如小梁总，人家都当总裁了，我还是个助理，就连公司和王总续约这种小事儿也帮不上忙，估计呀、啊、要被朋友当做酒桌笑料了。林科科技是我们多年合作的战略伙伴，续约是肯定的，只是之前呢。我们一直跟宋总接洽，赵总不是不太熟吗？赵总现在是我们全公司最年轻的总经理，我妈呢也是想让我跟赵总学习学习。赵总把合约都准备好了，诚意十足啊，这个面子必须得给。那太好了，王总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王总，我给您打完吧。行。我想他们两个在里面谈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吧。我是来打球的，顺便来休息休息。哎呀，你不用不好意思，好的爱情都是值得等待的。我和江月算不上谁等谁吧。我觉得你的自信可能有点盲目。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吧。你看啊，你跟赵总呢不在一个公司，你平时想要关心他照顾他都不是那么方便，但如果我们两个加了微信呢，我就当你的接线员，
跟你汇报赵总实时近况，还有第一咨询，怎么样？哎，我对嘉欣哥哥是一片痴心啊，你不要觉得我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啊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加一下嘛，加一个呗。合作愉快。你怎么知道我跟客户在这儿？我是你助理，我还能不知道老板在哪儿？疼吗？没事儿，明天就好了。今天表现不错啊。要真正学会打高尔夫，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手都受伤了，还疼吗？以后如果真的不行，你要懂得拒绝。App 马上就要上线了，现在一份合同出了问题，大家努力就白费了。公司就是一个紧密运转的机器，每个人身在其中，就是为了整体更好的运作，而不是为了自己舒服就行。就是要这样才好看吧？啊？啊？我是说七彩的泡泡。我的恋爱课程全部都看完了，好无聊啊。大叔，我要不帮你来测测你的恋爱运势吧。你倒是什么都会啊。大师自然。那你从中间选一个。你怎么看都不看一眼呢？不是你这么选的。哎，我教你，你把你的眼睛闭上，闭上。说完。然后心中默念你心上人的名义，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具有诚意的选择一张。就这个吧。大叔，这个塔罗牌说你很有可能会孤独终老。所以呢？不过没有关系啊，大叔，他还说了，只要你能找到你的金牌搭档和你结盟，你就可以踏破爱情的荆棘，找到真爱。怎么样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结盟呀？我这个人很靠谱的，我做你的追爱搭档，我们两个互帮互助，怎么样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帮你支开赵江月，好让你无忧无虑地追求顾嘉欣，是这个意思吧？你，不要这么想嘛，我们两个这是互惠互利，你不能觉得是我单方面利用你啊。江月怎么想的，我心里清楚，我只能祝你好运。还有啊，拍我的时候，别用那么大劲儿。你力气不大。等一下一起回家吧。我跟秦远。赵总。
三星哥哥，我们一会儿去哪玩？呀，别闹。怎么样，顺利吗？嘉欣过来帮我，都谈成了。辛苦了，一起吃个饭吧。啊，没事，不麻烦徐总了。这嫣然找我有事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拜拜，拜。嘉欣哥哥，我们一会儿去玩密室吧。啊，我累了，我回去吧。那我送你。不用。怎么了？臭眉苦脸的，你要好好向我汇报你和许宁远在高尔夫球场相处的心得体会。没什么心得体会啊，我就只记得跟他聊工作来着。不是吧，你真把恋爱当成工作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不知道哪儿不对。怎么了？你说的没错，理论上分析他确实是最佳男友人选，但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们总是要特别努力找话题，说每句话都像念台词一样。我觉得他也是这种感觉，但只要一聊到工作，我们俩就能正常交流了，而且滔滔不绝，特别投入。可能最初你们就是以上下级关系确定了身份，这个头就没开太好，你要扭转这种关系。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，我跟顾嘉欣也是上下级啊，我们俩氛围就挺轻松的，而且就算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。你不会真是不知不觉爱上顾嘉欣了吧？我就举个例子，什么时候说爱上他了？再说了，我心里非常清楚，一时冲动不等于爱情。你也承认你曾经有过一时冲动？没有，我就随口一说。其实你和顾嘉欣也不是不可以的，我只是担心你们的年龄差会产生问题。他现在正处在一个以自我世界为中心的年纪，你们的相处模式现在是这个样子，以后说不定会有很大的改变。如果你不担心这些结果，试试倒也无妨。我在乎结果，我现在只在乎结果了。算了，不聊这个了。说说你的打算吧。既然张浩都过去式了，你是不是也要重新开始了？我这几天晚上睡不着，把张浩的事情仔细想了一遍，真的是智者千虑必有一疏，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我是怎么掉进这坑里的。但我想明白一件事，那就是我绝对不能这么白白的被他给甩掉。你想怎么做？让渣男前任后悔的方式就是让他再次为你沦陷，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也尝尝被人抛弃的痛苦。竟敢屏蔽我，这个渣男。果然劈腿者恒被劈，也好，我的计划是时候开始了。家里突然停电了，我给小区物业打电话，说线路一切正常。以前家里的电费都是你交的，我也不清楚什么状况。现在家里面好黑，我好害怕啊。蜡烛点了吗？我回去看看。
电费来的时候我已经交过了啊，一会儿就会来电，我先撤了。啊，先别急着走啊，留下来坐坐嘛。坐就不坐了，我去看看店长。哎，不用了，我都已经看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那既然也不是欠费，也不是电闸的问题，就是有人无中生有呗。万一是他自己短路的呢？有道理，我去看看。来不来电重要吗？你有没有想我呀？你会记住啊，跳闸呢只会跳一个总闸，不会跳一排闸。我给你充的电你足够用一年，只要不是你故意让它短路。早点休息吧。有没有吃的？没有。饿不饿？饿。走，出去吃。好嘞，你来了。走吧。可以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饿几天了？啊。满水复活。哎呀，还是祖国好。国外这个点只有汉堡和披萨。你别笑，我现在实惨，我为了接艾丽丝回家，我现在只能靠信用卡度。你现在是工薪族，不要随便挥霍。没挥霍，艾丽丝能保我比赛顺利。这算是一种比赛迷信吗？我现在是卧薪尝胆，越王勾践。不仅要被领导压榨，还要被小丫头骗子缠得脱不了身。小丫头骗子，李嫣然，你听说了？略有耳闻，我看过她资料。你们俩校友啊？哎，不仅如此。那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哎，那丫头呀，绝对不是省油的灯。我是公主，你是王子，以后我们长大结婚了，你要保护我。骑士才是保护公主的，王子不是。哼，那我不当公主了，我就要战士哥哥保护。我跟嘉欣哥可是订过王阿青的。嘉欣哥哥，我喜欢你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我这辈子也只会喜欢你一个人。他当众跟你表白被你给拒了，那得多没面子呀。那我总不能答应他吧？如果真没那种感情，答应他才是不负责任。你跟他说清楚不就行了吗？我说清楚了，你不知道李嫣然从小就是块牛皮糖，只要他自己不放弃，谁说什么都没用。那万一你喜欢他，你自己不知道呢？不可能，我喜欢谁不喜欢谁，我自己非常清楚。不过有时候也不太清楚。
为什么？没什么呀。哎，你明天有事吗？许宁远约了我。又约你啊？嗯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挺有效率，因为我再教你两招。不用了，你那些损招还自己留着吧。老板。哎，带两个猪蹄。行，马上啊，帅哥。吃吗？吃啊，再来两个。帅哥，你看我们这猪蹄挺大的，你先吃着，不够我再给你加，你看行吗？能吃，想吃什么随便点啊。平面可以啊。上周被渣男甩了，我就是替他抱不平。凭什么我们被渣男甩了就要在那白白哭泣啊？上 Love Note 上学习学习，找找方法。他怎么说的？教教我呗，我也学习学习。你看啊，首先心态反省很重要。被甩了，你就要收起怨妇心态，不要纠缠。利用男人的好奇心，激发对方想要重新了解你的欲望。怎么激发？利用社交软件呀，社交软件是我们展示日常生活的窗口，同时也是留给前任观察我们的窗口。哎，你看这儿还有啊，刺激要逐渐加深，分手初期要先沉寂，其后再慢慢加码，进行优势展示，就多发一些美颜照片啦，男女朋友聚会的照片啦，还有一些高质量的他拍照片，当对方再次被你吸引来找你聊天的时候，就算成功了。可以啊。哎，你说你那个被甩的朋友是不是就你啊？才不是呢。哎，就是才不是。别那么着急定义，条理不是问题，合拍才是真理。若天生麻木难以入戏，别光顾着错愕，来考虑一下我。Always love you.